帅头街边手游哈，啊，今天一样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重点赶快出来哦，来个头啊！我发现我很拖时间，来快点，要拖到最后大家都睡着了。嗯，我自己哈就先把我的角色给你们看一下，那现在的技能就是所谓的世事长攻哦，长攻。那这个就是说袁绍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啊，然后我的主线的话呢，我们继续考啦，继续出征。无雄的好胜，其他队伍也可以出去的。这边这个，那这边呢，有一个天价，我可以收一下钱。那其实我已经把一些建筑物给它升级一下了。嗯，设施进来这边可以再升一下，升级需要一些时间。哎，那我升级的定念吗？好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已经有了哦，我们就继续把这个主线给它完成。教学演武嘛，什么鬼啊？嗯，这个参考一下就好了。那就等于是他的内建的关卡，好，稍微玩一下，他可以跳过。哦，这个玩法大家应该很清楚啊。然后，赶快给我聊天室一下。好，这里所以啊，所以为什么不算呢？主神府看一下，吵死了。我还在好奇说我要给你们看什么那个什么演武的，因为太久了，我私底下再解好了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好，聊天室给我一下，好吧？现在任务自己再弄好了啦。